其实你仔细看它这个建筑啊，除了这种雕塑的话，好像是有点它的自己的这个味道。这个建筑基本上就是 copy 的这个古罗马的。而古罗马基本上就是 copy 古希腊的。所以从建筑上它没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。但是这个挺比较牛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张脸。这个雕像是在这里面的，但是我是不会花钱进去的。它这个确实有点像那个雅典卫城的那种感觉啊，修得很大气。你像一般的话，我去庞培的时候，它那种宫殿也是很就是这种模式的庞培，但是庞培的那个就是基座没有这么高。你看德国这个，看到了吗？它上面这一块，这是跟庞培是一样的，但是底下这一块呢，它又加高了一层，这就是它的一种创作吧。而且，这个德国人特别喜欢在上面安一个小人儿，哎，就这种。你看，它这一个建筑上也是这样的，看到了吗？整一个十字架，啊，成一个十字架的模样。哎呀，没时间多看了，今天柏林是我的最后一天了，然后就是布拉格了。我到布拉格应该是下午5点，然后我可能搁那待个2个小时吃顿饭，然后就睡觉了。晚上明天再在布拉格逛一天，后天回布达佩斯，这一个星期多快啊！你说说。